变跟不变之间不断的在抉择。希望把这份幸福跟美好可以散播给更多的人跟更多人的分享，希望他们在这边八号桥、可以发展起来，找到一个完美的角度，让这个空间的动线可以帮我们创造出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一些不同的人。我更在乎的就是我想要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而我能不能做到。光是会带来幸福的力量的。